五周年快乐。 你喜欢小孩吗？还在犹豫该不该生小孩吗？从今天起，不用再拿不定主意，我们有全方位的解决方案。你需要的是万能小孩金库，家庭跟事业再也不用二选一，带小孩的麻烦事放心交给万能团队。 不管你是忙于工作还是受不了恶劣的睡眠品质，只要将小孩放进万能传送门，所有小贝比尿布、奶瓶、吃喝拉撒、追赶跑到喜怒哀乐，我们通通帮你处理好了。在万能小孩金库，孩子拥有100%无碰撞的安全环境，食品级的家具和无毒营养玩偶，就算吞下肚子也没关系。如果小孩吵到崩溃，教不会，不用打，不用骂，我们有更好的方法。 全天候放松的万能正向电波，核心灵能量音乐，让情绪管理从小做起，人际关系就此开启。万能小孩金库是划时代的托育革命，全国368个乡镇社区皆可安装布点，随时随地满足爸妈需求。准备好迎接你们的24小时快意人生了吗？马上拨打荧幕上的洽询专线，万能小孩金库限时优惠只要。 办电梯车就看，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问题。在地人的好处。没有啦，其实我刚刚一直是说说而已，我也没那么喜欢小孩啊。我们明明都喜欢小孩，为什么就下不了决心？